你怎么来了？什么？我不能来啊？吓我一跳！我还在想屋里怎么会有动静呢。哎，你怎么还敷我的面膜呀？你之前不是说这玉泥坊的面膜特别好用吗？我也敷一片，滋补一下我逝去的青春。还逝去的青春？你还嫌你自己不够嫩啊？给我扯下来！哎哎哎！你是害怕别人说你吃嫩草吧？讨厌！看你这弄得这么乱。你先别收拾，等我玩完我就收拾了。 怪不得非要找我要把钥匙，就为了把游戏机搬过来玩啊！我这不是为了跟你一起玩吗？哎，对了，这个游戏特别好玩，是吗？我教你，咱俩一块儿。好呀，嗯，那我去换个衣服。行。那这有个门，有门，推个门。要进去吗？当然进去了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 吓人吗？一点也不吓人，吓人吗？一点也不吓人，这怎么不吓人？怎么不吓人？怎么不吓人？吓死了！你要是觉得吓人的话，那咱们换一个不吓人的游戏。嗯？谁呀？爸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啊！ 钟小琪，钟小琪，我都快相信你的独立宣言了。这是什么呀？游戏机呀。楼下那个多大了？那还未成年吗？他成年了，他马上25了。我们也是刚刚在一起的。他才24。你。 你听见了没有？你女儿是不是中邪了？哎，不是，她刚才说什么？她叫钟小阳啊。嗯。哎呀，女儿啊，那你也不能凑着名字找对象啊。不是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在医院，是他送你去的吧？你当时不跟我们介绍他是你单位同事吗？对呀。哦呦，你就是因为他离的婚。 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小琴，你要是因为他离的婚，你这孩子你人品有问题，你不是我们教育出来的。我不是因为他离的婚，是中间好大一段事儿呢。我没出轨，你想的太多了。复婚。 马上跟陈宇复婚，这么一个小孩，他能跟陈宇比吗？啊，这是两码事儿。怎么两码事儿？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先做个自我介绍。我叫钟小阳，但是我们俩绝对没有血缘关系，这个你们肯定比我更清楚。我和小琴确实是同事，但是我已经离职了，我今年都25了，已经过了法定结婚年龄了。我是真心喜欢钟小琴。 我也知道他离过婚，我们俩现在是在认真的交往，还望获得二老批准。哎，你有这个屋子的钥匙啊？啊？不是，这叔叔阿姨，咱们还不熟，你们可能还不太了解我，但是后面日子长着呢，咱慢慢储备。我一分钟。 我都不想看见你，一分钟都不想看见你。哎呀妈！哎，陈杰东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回家。
妈，你分开，分开。妈，阿姨，哎，叔叔阿姨，我送送你们吧。你也走吧。叔叔阿姨，真不用我给你们叫辆车啊？啊，不用不用。那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